今天我杀青了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临近杀青，连续通宵了十几天的大夜。看，人都憔悴了，舍不得剧组各个小伙伴们，但是没办法，要继续奔向前方的路，要继续努力工作。大家也是，加油！看我早餐都非常有肠粉、包子、鸡蛋，还给大家准备了披萨。我们今天现场见。这样紧吗？再紧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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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松了。可以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陈老师，你在吃的什么？鸡胸肉啊。你吃的是健康餐吗？还好吧。想吃汉堡吗？今天是你没吃汉堡的第24天了。差不多。杀青快乐！